有个镜子，裤子提高一点。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，由三个集装箱组成的一个网红打卡点。哇，这里拍照好美，真能拍一天。眼妹妹，眼妹妹，眼妹妹，你知道晚上的时候这里面会出来一个贞子吗？这里采用的是一个玻璃的推拉门设计，这里太美了吧，我都想待在这不想走了。地板他们都装饰了木地板，然后他加上了 LED 射灯，还用了一个玻璃幕墙。你看，一览园区的景色。这是一个小阳台，晚上在这里喝奶茶。二楼进来之后就是充满，有个镜子。裤子提高一点，我今天穿的不够漂亮，不够下面的那些小妹妹漂亮，我不要。翘臀抬臀，哎，这样子前腿长。然后这里有个沙发，可以在这里拍美美的照片。这里还有只小黄鸭，我给你看看它是怎么跑的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一个小阳台，这里放了一个大床，不会是用于……这也太刺激了吧！太刺激了，晚上一定很凉爽。好，进来的是我们一个面包店跟咖啡屋奶茶，这里它加了一个纱窗的设计哦。他们拍照呢，就这样，然后我们就介绍完毕啦，没了。